Hello， 大家，今天的节目会非常的简短，做一个小提醒啊，就是每次看到一个包，可能是大包出现的概率会多一些，但也会有一些像铂金三零这样的包，在保存过程中它就变成了这样。大家看一下图上的这个边角的位置，其实很多舆论当中都会说，铂金包就应该把它用得很软，它看起来才舒服，才是人在驾驭包。但是呢，我们总是希望这样软它的包是别人的。如果是自己的包的话，会希望它有一个逐渐的过程。如果它的所有的边角也好，手柄也好，皮面内里的状况都显示出它是一个饱经风霜的包袋，再结合它的边角是这样褶皱的状况，我觉得无伤大雅，它整个状态就是和谐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包本身没有怎么用过，所有的地方都非常非常新，但是拿出来一看边角变成这样，我不知道大家如果看到自己的包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也会笑着那么说啊，这个包越软它越好，我就喜欢软它的包吗？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心疼啊，至少我是这样。那避免它呢，其实很简单，只要在存放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比如说这个包，这个绿色的铂金四零，它在这里存放的状态是用一个包撑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包撑，是一个支架。这个支架呢，可以让它的手柄像拎起来一样，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它本身包的自重，让它的底部接触或者不接触底面，让它整个包身呢下面有支撑，上面也会有一些拉力，整个包身就是挺拔的，对不对？也可以像这样啊，这是凯利四零的一个，我们可以让它侧过来放，这个时候支撑它包身重量的是它的顶部的横梁和它底部的衬板的部分。这两个方式呢，应该说并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还是要时不时的去用一用它们，时不时的检查我们在存放过程中有没有出现其他的小问题。但是这两个方式应该说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方式。在存放的时候也是要提醒大家，在包内呢做一些填充啊，像寄快递用的那些气泡其实就可以啊，对于我来说它是非常好用的，也可以花钱去购买一些包枕这样的东西，可能会更加专业一些，但是呢起到的结果其实都是一样的。画面中弯折的部分或者这两个存放方式所能保护的部分，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龙骨。一个包袋过来我这里，我会看一下这只包整体的磨损的情况，人为给它造成的一些痕迹，以及我也会非常关注它的龙骨的状况。往往一些朋友们想要寄卖自己包袋的时候，可能因为存放不当造成龙骨的弯折，即便其他的部分都在比较新的成色的情况下，我依然会给它做一些减分，在它的寄卖价格上面也会打一些折扣。我们自己用包其实也并不是说用包的时候就想着未来某一天去卖掉它，那如果天天这样想的话，有可能思想压力太大了啊，会给自己用包的这个过程一个压力。我希望大家用包的时候都是开开心心用包的。其实一旦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在使用包袋的过程中，很多动作有可能就是下意识的，比如说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会这样用手稍微保护一下，不管是Lindy也好还是凯利包也好，那在存放的时候给它做上填充，然后给它们像这样来放置，应该说对它们的益处是更多的，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存放时的举手之劳就可以让他们在陪伴我们出门的时候都是以最佳的状态陪伴我们。我们明天见，拜拜。